也是有机会会发生的事啊。可以吃巴龙了。有攀升有玩过吗？有，我觉得不强。就还好。我觉得如果要玩攀升，还不如玩那个嘉文。我感觉啦。如果你要打前期很凶的话。感觉玩嘉文这个版本应该会不错吧。没死、欸。哎、欸，其实亚洲杯有很多故事可以讲哎、欸，只是现在还没打完，可能现在还不方便说，到时候可以跟你们讲很多故事，要是有机会的话。我把它泡着吃了、欸。看那闪现怎么好了？怎么那么远？